发生什么事哦？来给阿姨人诶、欸！没没，请上靠了。那就去，大家退下来。哎、欸，请他们那些。我知道，我知道。啊，你趴着叫，不要起来。哦，你现在涉及窃盗案哈，被我们现场逮捕，要盖不？嗯。你确定知不知道？嗯。你可以请律师。哦，可以请我们带有力证据。嗯。哦，可以请辩护人。嗯。要盖不？好。哎，你坐起来。这个真的像哎，有问题。啊，没问题，没钱。你是镰刀店的，镰刀店的，是不是你车顶的？哎，是我做的。今麦你车顶的嘛哈？啊，这个手机你的啦哈？哎，没修，没修了吗？没了，没了，对了。爱慢慢变，下底会烧，啊！案源哈，我们四月初的时候哈，陆续接获民众及公所的人员反映哈，有那个部分路段的路灯哦电线遭窃。那我们湖北分局吴正文分局长认为哈，这个事态比较严重，所以要求我们就组成专案小组，向云林地检署的施家龙检察官报请指挥。在我们掌握相关可疑的线索后，发现有两名窃嫌。哦，我们本辖的窃嫌，那他们是陆续哦，就是利用深夜的时段，哦，深夜的时段，哦，在这个偏僻的产业道路在偷窃。那尤其我们近期哦，大甲妈祖绕境的情路哦，就是深夜警力比较薄弱，所以我们在昨天发现两名窃嫌又在出没哦摸黑偷窃的时候，我们。尾随在我们湖北芳草里的一个农场，发现他们在燃烧那个电线，我就上前将他们逮捕。那现场我们也有起获燃烧后的那个铜线哦，那大约称重约84公斤。另外在他们犯案的车上也有起获他们在剪断电线的一些吊杆跟油压剪。那全案我们已请云林地检署侦办哦。经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两个人都收押。